岁末围炉，会众来到静思堂，欢喜热闹，就像过年一样。好，哇！大爱让世界亮起来。竹筒汇聚大家爱的能量，帮助需要的人。能消除烦恼，就是慧。 很好哦，祝福你哦！志工用心设计许多活动，抽静思语，让孩子们玩跳格子，同时宣导环保理念。上千位慈济的照顾户一起团聚，脊髓损伤的赖先生上台吹奏口琴。 志工一路陪伴，让照顾户能够重新振作，找到人生新的方向。新的一年，发心立愿，给自己祝福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李三字张文成台中报道。